哎，兄弟，哦，好了，真的，老弟，给趴过来，哇，可以，，那这几楼或者一个坑，我帮你看一下。 今天挖的过瘾吧，发财了吧，哇！满头大汗，你看。我都快中暑了，哇！大爷，今天我的地盘被阿姨占据了。阿姨肯定挖了很多了。阿姨那个地方一个角落在那边只能容下一个人，他躲在那里闷声发财，不然就是我的菜。明天挖多少？那个蛋菜一个个都阿姨那边都这么大，这么大。还用啊？我刚才挖的放在外面，我就继续。挖又换着花样挖了，挖地价了。我各挖一网。 见，多少楼啊？这个是下酒，好菜。对呀，这一桶那个我们是来一百多。对，我等下去看一下阿姨挖多少。阿姨厉害，我都快中暑了，我都一直在挖。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应该工地很行啊！我靠，你看，一下，这石头，直接冲挖这个，海虹都挖了一大堆了，这里家海虹挖很大，你看，鱼都没看见。 海虹，你看都是大个级别的，来，大家都围住老弟哦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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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鸡吗？这里有四只，两个，一双，入库。来来来，我来，这边拿两，又没谁来，没得了，没得了，再来再来，给了四只公，没有没有，来一只，三刀鱼，哎哎哎，还好没有工具用啊。后面都是一个，是一个，那边条条条都进来了。萝卜帮我照料。我们多辛苦啊！哇，一抓一抓。哎，摘得了，给它刨了。哎，前面。走那过了，走那过了。管不着，管不着了，好了。管了。哎，来了，海钓。啊，好了。哎。我看看，我拿了一个。嗯，管不着。嗯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哇，土方，你的吧？哎，我你，哎，我你好米哟，米的我磨的米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回去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来，还有的，这怎么没啥的啥的？哇，哇，三刀，哼，十几公十几公。哎呦，土方他拿过来，拿过来了。哎，来，喂。还有两个在那边，上面十九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漂漂亮鱼，你看。这是什么鱼？喂，哇，十几公还有，不止一条啊！我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嘛，哦你，一窝了，好了，还有这个漂漂亮鱼啊！哇，这个鱼漂亮吗？不知道叫什么鱼。这个先抓了，抓了再说。要不要？等一下再说了，这个里面好像还有十几公好像。我靠，我的飞骨吗？这个小的就不要了，直接再找一找吧，可能今天就这样子了，兄弟们。从我这边海翁在一直挖挖，可能海翁挖的还是有的，直接倒掉里头。
对吧？好的，芦苇那个芦苇水里了嘞。到点儿，已经到了。哦好，到了坑里面了。到了坑里面打窝了。土地借吧，土地自己都是自己抓的吧。那、啊、差不多了，这边刷一下。哎。喂、哦、喂，兄弟，兄弟，我好了，真的，兄弟，给趴过来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把手一抱手一，哇，哇，太难了，趴过来，给他打过来，停了，哇，喷墨了，我靠，再找一找，没有就差不多就收工了，剩下的交给冲挖了，来一个还等，哎呀，小的自己冲，哎，一群小黑猫，哎，我们这边打扫战场，打扫一下。差不多我们就不给立了嘛，他跳出来就这么多了，还把我跳出来，那差不多露一下，我们看收获了，兄弟们，这边就给交给春花来打扫战场了，挖了小半桶，哎，这个海螺海龙好大，对，你看收获了，来，你几个拿上去，哇，来了，看收获了啊，看收获，看收获啊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十九公搞了一碗，虎斑搞了一只回血斑啊，还有三道鱼两条，是刚刚够油钱了，够本了，可能还贴一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鱼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的鱼咱们也下不了嘴，那就回来，让它回到大海里面去。冬瓜这边搞了一桶的海龙，走。宝贝石头姐妹，那这个就让你回家了，对吧？走嘞，拜拜。好了，回家了。回家，走嘞。回家吃鱼去。盘呢？把外面那个盘呢？哈哈哈哈哈。刚刚过瘾，还要盘。